can fly and land right.英雄之旅上集。好了，我们把感应器连在动物上了。很好，我准备好了。看起来他要，对，就是现在。哇，太震撼了。有了，该你们了。普京力量，这个怎么样呀？啊，很棒对吧，小旋风？哈哈哈，耶。对了，马丁，你还是没有达到小旋风和他妈妈的高度。阿维娃和我已经对你的尾巴做了调整，你应该有足够的能力了。哇哦！花式旋转，好吧，虎鲸不是这么做的，但看上去很好玩呀，干得漂亮，克里斯。谢了，马丁。但我也跳不到那个高度。你想试试吗，柯基？听着，阿维娃和我负责技术部分，你们俩负责试验，这是规矩。你们得跟上动物的节奏，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它们。现在你再多甩动尾巴，嗯哼，就像它一样。好吧。像这样吗？对，现在像样多了。和我一起飞越北太平洋吧。这里的水流虽然寒冷，但充满生机。没错，对各种海洋生物来说都有足够的食物来源。哦，红鲑鱼，等一等。嘿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应该给你起什么名字呢？你们最好快点游走，这里有饥饿的野兽。哦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快呀，快呀，快点离开这里。这里没什么值得看的，往这儿游吧。呜呼！结束程序。哦，阿维娃的发明真是厉害呀，也许我终于可以使用这张时间穿越礼券了。你也听他说过，时间机器是很难造的哦。我知道，但这值得一试。没错。克里斯，还记得我欠你的圣诞礼物吗？你是指我一直想要兑现的这张礼券吗？时间弹跳床造好了吗？还没呢。完成了吗？没有。别忘了这个哟。啊，好吧，不会忘的。那现在呢？不，还是没有完成。哦。别忘了，发明需要时间，研究的过程充满了乐趣，但我离成功近了。太好了，你进展如何？我们去看看吧。这是一次重大突破，非常重大。请看。好吧，原来那么小呀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说是迷你。这是时间推进器，是机器的关键零件。恭喜啊，阿维娃。哇哦，离成功近了一步。哇哦。哦不，时间推进器我弄丢了。什么？它沉下去了。哇。我的时间推进器，它挂在了一条鲑鱼身上，我们得把它拿回来。我们用潜水艇吧。我们变成鲑鱼大小吧。微型化转换器准备好了。缩小。投放潜水艇。去找到那条鱼。我们这就去。那儿，那条鱼，它就在那里。停在那里，伙计，你拿走了我们的东西。等等，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他消失在鱼群里了，看到老朋友了。
嗨，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带着时间推进器的鱼呀？没有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是需要给你起个名字。嗯，以后再说吧，兄弟，我们得先找那条鱼。没错。哦哦，对不起，不是故意撞你的。这里怎么感觉越来越拥挤了？对呀，怎么突然有那么多鱼啊？感觉有成千上万条。我想一定发生什么事了。你想的和我想的一样吗？我觉得我们想的是一样的。鲑鱼洄游。好了，虽然我不是鱼类专家，但我知道鲑鱼不会跑步，它们只会游泳。话虽如此，但是鲑鱼洄游是指所有鲑鱼离开海洋，游到河流里产卵。这是大自然最奇妙的旅程之一，依靠海洋里丰富的资源把自己喂胖以后，它们聚集在一起，逆流而上几百公里。哦不，这比我想象中还要糟糕。要怎么才能在这一群鱼里找到那条呢？要把时间推进器拿回来变得更难了。我们得一路跟着这些鱼一起游，直到我们找到它。哦，抱歉，我们正在努力融入群体。哦哦，哇哦，拜托你一定要帮我们，我们真的很需要。鲨鱼？什么？不，兄弟，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鲨鱼。我知道，有鲨鱼来了。哇，太平洋鼠鲨！快点离开这里！我失去他们的信号了，我必须得下海，我得去帮帮他们。我预感这次历险会遇到很多困难。兄弟，你们在哪里？哦，这些太平洋鼠鲨正等在河口，因为他们知道鲑鱼洄游开始了，他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。哇，小心呐！看我的！哇哇哇哦！他们在哪儿啊？这片水域真大。我们的鲑鱼朋友，跟着他。好的，我马上就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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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又是你呀！哇，鲨鱼！马丁，兄弟！上岸了。伙计们，你们在哪儿？是我呀，克里斯，潜水艇彻底毁了，但我没事。那马丁呢？他掉出去了，我看到他骑着一条鲑鱼朝河里去了。你得快点找到他。那你呢？我会变成正常大小，然后赶上你。快呀，现在就去。好了。哦，我们忘记带微型化转换器了。嘿，真棒，这小家伙看起来很眼熟，是头小灰熊。当然了，地上是灰熊的脚印。压死我了。我知道你整个夏天都在找食物，喂胖自己为冬眠做准备，但你别走来走去压在别人身上啊。但是我原谅你了，你们在冬天到来之前有很多事要做，对吧，伙计？妈妈叫你了。嘿，如果你要和我去同一个地方，那我想我有主意了呀。介意让我搭一程吗？阿维娃，请回答，我需要一套灰熊超能力服。河里比海里宁静多了。我真得再次感谢你救了我。现在我知道你该叫什么名字了，英雄。因为你是条勇敢的鱼，你还救了我，英雄，一条红鲑鱼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会报答你的。你这次的旅程非常艰难，我呢会帮你安全到家，我保证，好吗？
好了，马丁，我们现在有你的信号了，但还是没办法追踪到确切地点。在我们能定位前，你别和这条鱼分开。我不会让英雄离开我的视线，这回该轮到我救他了。能够勇敢面对鲨鱼的鱼，在我看来一定很厉害的。没错，现在困难的部分才刚开始。哪怕是刚入河口，鲑鱼也需要小心提防捕猎者，比如北海狮。哇，快游，英雄，快游啊！明白了吧？好了，也许你再救我一次之后，然后再换我来救你。远程摄像头准备好了。好，现在我能看到带走时间推进器的那条鱼了，还能一边看着马丁，一边完成灰熊超能力符。哦，同时要兼顾那么多任务。好了，克里斯，我想我已经弄清楚所有灰熊和黑熊之间的区别了。灰熊比黑熊要更大、更重、更强壮，对吗？没错。灰熊不会爬树，但黑熊很擅长爬树，而且他们爬树有时候就是为了躲避灰熊。有了。灰熊有很大的隆起的肩部，脸更圆，更像盘子。而黑熊的脸更长，更像狗，而且它的鼻子很直，我把这点也编程进去了。另外，灰熊的爪子也更大。很好，所以尽管黑熊还可以是棕色或者其他颜色，但它们和灰熊是非常不同的品种。我都考虑进去了。另外，你传送给我的皮毛里有所有我需要的 DNA， 我准备打印超能力碟了。吉米，准备好远程传送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接入电源，开始传送。啊！哦，不会吧？哎，拜托你别打喷嚏，小熊。拿到了，插入灰熊超能力碟，触碰灰熊，启动灰熊能力。哇哦，我感觉自己很强壮，很有力，还有很饿。你也是吗？果然不出所料，现在一切正如计划的那样。啊？带路吧，灰熊妈妈。英雄之旅的第七天，我们还是不知道马丁在哪里，但是鲑鱼群已经航行了210公里，马丁一定和他们还在一起。我不得不说，英雄，你能从大海里游那么远到河里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，大部分动物都做不到，你能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吗？而且你还谦虚得不得了。靴子，哪里来的靴子？等等，我认识这双靴子。阿维娃，马丁，你在这里啊？你看到时间推进器了吗？还没有，但英雄表现很出色，虽然这一路都是逆流而上。好，我现在正在做鲑鱼超能力符，这会让事情更顺利。哇哦，真棒！你听到了吗，英雄？英雄，啊，原来你在判断应该往哪里游呀，而且你是用鼻子来判断的。阿维娃，他在用鼻子嗅回家的路。用鼻子？我们说的是一条鱼吗？对，鲑鱼的嗅觉非常灵敏，它们一旦到了河里，就能靠嗅觉判断出怎样找到自己出生的湖泊或是小溪流。哦，它往那里游了，来吧。我想这样会更快。好，谢谢了，阿维娃。我觉得我们走错了，看啊。对，前方有个大障碍呀。无法跨越的障碍，英雄没法穿过去，没有鱼可以。但他们在尝试。哇哦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好吧，这真是太酷了，太令人震撼了。他们展示了惊人的决心和力量，这很不容易。他们会不断地被冲回来，但他们继续尝试，没有放弃。这个障碍很难越啊，英雄，水流高达2米，几乎是一条鲑鱼能跳的最高高度，但是你可以呀。哇，跳得真棒啊。
加油，你可以的！耶！哇哦！真棒啊，英雄，你成功了！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。铆钉，是那条带着时间推进器的鱼。哦不，它跳过去了，它继续往上游了。走啊，阿维娃，快快快，我们得抓住它。英雄之旅的第14天，时间推进器又从我们手上逃走了，但至少我们不再是毫无头绪了。真不敢相信，英雄游了那么远，420公里，一路上都和激流做斗争。坐在海龟船里航行舒服多了。你再看看他们面对的障碍，虎鲸、太平洋树沙、海狮、瀑布，不知道下一个障碍会是什么。来吧，小灰熊，你得跟上节奏，伙计。好吧，你赢了。到河边了，哈哈，我就知道他会带我们来这里，这是熊最喜欢来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很多鲑鱼可以吃。看呀，你妈妈的捕鱼技巧很特别，我们分解来看。他直接走到瀑布边缘，所有的鱼都会往这里跳，他在一旁看着，等待完美时机，然后就抓到了。吼吼，哇哦，看到了吗？你得学会这种生存技巧。如果我可以变成这方面的专家，那我就能坐在那里看着每一条经过的鱼，直到找到那条带着时间推进器的鲑鱼。我很天才吧？好了，我去了。再做最后的一些调整，然后就打印。哈，红鲑鱼超能力碟，为迷你动物兄弟定制的迷你尺寸。哇哦，谢谢了，阿维娃。来试试吧。好了，英雄，我不需要再搭乘了，我现在能变成鱼了。插入超能力碟，触碰红鲑鱼，启动红鲑鱼能力。真酷啊，太适合在河里游了。哦耶，流线型的身体很管用。准备逆流而上，我们走吧，英雄。嘿，等等我啊。哇哦，我们游得真快呀。哇哦，又有瀑布了，而且这里还有那么多熊。我们可以做到的，英雄，准备好了吗？耶。哇哦，看起来很锋利呀，我们尽快穿越这里吧。我能搞定这瀑布，英雄，我要使用鲑鱼力量来完成超级飞跃。好吧好吧，这比看起来要难呀。我得再试试。哇哦，阿维娃，你得为超能力服再补充点力量。如果鲑鱼可以做到，那你也应该可以。来吧，我一直觉得你是很擅长游泳的。你说的对，游泳是我最擅长的。铆钉，抱歉，灰熊妈妈，这是我的兄弟。拜托克里斯，我本来能跳过去的。对，你会直接跳进他嘴里的。对了，谢谢你教会我怎么捕鱼，灰熊妈妈，接下来不会跟你抢了。嘿，英雄，你成功了。对，幸好他跳过去了，因为不是每条鱼都行。好吧，靠走路累多了。嘿，阿维娃，来见见灰熊妈妈。嗨，灰熊妈妈。还有小灰熊。小灰，小灰，他在捕鱼呢。我的时间推进器。干得好，伙计，别放开他。他走了。我抓到了。我没抓到。别担心，交给我吧。大家都在享用这些鱼。对，
但那条鱼是你兄弟啊。你得帮帮英雄克里斯，我答应过会帮助他回家的。马丁着陆后可以脱下超能力服，但你最好去跟着他，以防万一。好的，再来一张鲑鱼超能力碟，这样你就能跟着他了。接着，谢谢。找到时间推进器，克里斯。我会的。再见了，龟熊们。嗨，鲑鱼们，启动鲑鱼能力。呼呼，英雄之旅还没结束呢。下集待续。